你要不要讲一下我是记者，我是记者啦，你有什么话要讲吗？你我啦，我们台湾独立啦。哦，你们对啦，过来嘞，嘿啦，我们无爱中华民国，都唔要抗美，哈，中华民国废掉，要抗美叛国，哦，卫国。那你核能终结者是怎样？你这里写核能终结者，哦，这就是我长久的支持，我同意啦，啦，我有信心啦，我信心啦，为了要救台湾，我信心啦，但到底我你信啦，一爆炸台湾通通完蛋，然后来讲话，不是只有我完蛋，我快死了什么关系？台湾从此不能住人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你记下哈，你们。我来，你有信心吗？台湾到底够，我找信心了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保留这样。